那你好吗？ 还好。 我有一个电影， 你想看电影吗？ 对。 今天是节夜几时候？5月20日。你是谁？我叫Samurai。你呢？ 我是Ninja。你从哪儿来？ 我从日本来。 我喜欢日本，日本很美。对，我的爷爷是日本人，我的外公是日本人，我的奶奶是日本人，我的外婆是日本人，我的爸爸是日本人，我的妈妈是日本人，我的狗是日本狗，我的猫是日本猫，我是日本人。 可是我的太太是法国人。你想什么，Samurai？我要你的太太，我要一个日本太太。你不会，我很爱我的家。你的儿子好吗？你的儿子他是大学生吧？不是，他是工程师，可是。 我的女儿在上的学，她学数学，很好。你认识她的数学的老师吗？她给学生很多的功课。我的女儿很忙。对，数学太难。这不很好。不，那很酷。不对。 你想吃什么？想。你想在哪吃饭？嗯，我们吃校外，我不想在校内吃饭。嗯，我们吃中国菜，怎么样？好，我喜欢中国菜。 你有没有钱？你要多少钱？我要2美元。嗯，行。 Mariah 是你的朋友，是不是？ Mariah 不是。 我来介绍，一下他，我有他的电话号码，我打电话给他。今天。 喂，你好 ，Mariah。 你是谁？我是 Johnny。我不认识 Johnny。我跟你也是上中文课。哦、oh, ，Johnny。你好 ，Johnny。你忙吗？我和我的朋友 Noah 吃饭。
你也想来吗？当一时儿，我跟我的室友都来，好不好？很好。你住在哪儿？ Rexburg 市珊瑚街，230号。你们住在多少号？我们住在105号。知道了。我们来。住你的家难不难？很容易。很好。现在几点？2:30。行。我们现在来。Oh, Noah, 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？我的手机号码是555555555。非常好，谢谢，再见。再见。我爱你。你好。你们好。你的室友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我们去吃饭。Noah, 请问您贵姓？我姓 Jensen。 很酷，很好。你从哪儿来？我从纽约来。我爱纽约，纽约很美。我不喜欢纽约。我也不喜欢纽约。你的专业是什么？我的专业是兽医。Noah，你有宠物吗？我不喜欢宠物。我也不喜欢宠物。什么？什么？你的宿舍大不大？不太大。很酷。你会说西班牙文吗？我会说西班牙文。我会说西班牙文。我的太太，你是我的生活，爱屋及乌。You know I don't speak Chinese.